等等，你说包包哪一个？这个脚有点麻麻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rincess 三江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河豚。对外国人来说就是很知名的石油美食啊、那大家可能对河豚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它有毒，但是不知道它的味道是如何。那为什么有毒的这个河豚还让日本人这么趋之若鹜，这个为之着迷呢？河豚的口感啊，就有别于一般已经来的这个河豚赛事业。对，河豚的生鱼片，那我超爱吃河豚生鱼片的，很难形容，它是嫩嫩滑滑的，可是又很有嚼劲。我觉得河豚呢，它是很厉害，就是不管是生的、炸的、煮的都非常好吃，所以大家推荐就是一开始吃河豚可以吃吃看这个生鱼片，然后还有福根卡拉给就是炸河豚，还有那个福根吉利就是河豚火锅，所以我推荐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对，而且河豚火锅吃完了还会帮你煮成粥，那也很好吃。是我们今天比较晚的关系，就是火锅已经没了，不过我们还可以吃到就是这炸河豚跟生鱼片。刚刚说过它有毒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要有执照的这个职员才能够杀这个河豚，所以河豚料理呢，有别于一般的这个鱼料理，就是它单价都会比较贵一点，因为它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麻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赶快来试试看好了。然后呢，今天黑人是第一次，人生第一次吃河豚，所以我很期待他的反应哦。没有，我没有要吃的。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他说很贵耶。哦，对，然后忘记讲了，这一家是足利的天竺，号称呢就是 CP 值非常高的河豚料理店，因为河豚料理真的非常非常的贵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大概是外面的一半的价格就可以吃到好吃又新鲜的河豚。所以大家如果来足利的话，就是可以吃吃足利的东西，也别忘了可以来这边吃吃看河豚。对，不要吃。好，我不要吃。不行。好，你要开始吃喽。那我们先从这个生鱼片开始吃吃看好了。那我先跟你说，就是你可以包这一个跟这个一起吃，然后旁边的这一块。等等，你说包哪一个？就是这两个，你可以就是包的吃。这两个，这样下去。然后这个皮，这个是河豚的皮，你也可以吃。河豚的皮啊？对。这两个包起来，然后再用很多吗？不用用很多没关系，因为这样可能会太咸，还是可以吧？太咸吗？对，那你包起来之后，对，包起来。然后沾那个你的那个烹汁，对，等一下，好，要吃吗？好，如何？如何？好喜欢？哦，如何？什么味道？来，快说，如何？如何？咬不烂的感觉啊，就是很有嚼劲，对不对？但是 它又是嫩的，所以它口感很特别，我觉得。有点像在吃花枝。有吗？不一样吧，花枝是会弹牙，就是它的话是，就是是好咬，可是又是有嚼劲，很难形容的口感。我觉得脚有点麻麻的。妈，你不要乱讲。只是今天路走太多。你以为有？你有毒是不是？毒性要拔出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你个人觉得？我觉得。只是特别，但是好像没有好吃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很喜欢吃河豚生鱼片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要不然你等一下留给我吃好了。河豚很贵的，它是稀有食材。尝鲜还不错，可是如果你说叫我接下来再多花钱来吃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好。你这个台语叫做偷贼，这不行，你等一下不准吃，统统留下来给我吃。因为我是贱民，你知道吗？贱民尝不起这种。高价的美食，你柠檬试试看，那是河豚的唐扬鸡，唐扬河豚应该才叫。唐扬河豚就这么厚一点，就是要吃起来，干吃起来就很厚实。我觉得炸的河豚也很好吃，如何？看，这还像这还好吃啊？对啊，炸的河豚很好吃吧？我就说河豚不管是炸的、煮的、生的都很好吃。它吃起来很像什么味道？麦当劳那个49元的那个鳕鱼堡，里面的鳕鱼片。对对，被你讲的超廉价的，天哪！好吃。你这个好吃是怎样？这个有点夸张啊。炸的这个，炸的河豚天妇罗啊。你说如果想要吃到它的味道的话，到麦当劳点麦香鱼餐就可以感受到。这样子，你不要乱讲。
对啊，这个的口感也是一样的。去点麦当劳的和好餐，然后叫他不要加酱，回去加酱，我天哪，味道就会很像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吃啊。可是我觉得不像吧？那你觉得那个唐扬鸡跟这个那个酱醋肉哪一个好吃？我是唐扬鸡啊。是这个。我喜欢这种廉价的口感。我跟你讲，他们都不廉价，你不要乱说。耶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我从来是河豚的。河豚生鱼片，好久不见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那种滑嫩滑嫩，可是又很有弹力、很有嚼劲的这种感觉，这很好吃的。根本就没有味道。有，好不好？很好吃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我爱的河豚。好，我要先吃这个。你刚刚都有淋吗？对，柠檬都淋了。好。对，柠檬都淋了。好天哪，怎么这么好吃？河豚好好吃。那么厚实哎，我咬下去，好好吃哦！天哪，让我好好享受这个美味。鳕鱼堡，拜托，差多少钱？你就知道你浪费多少钱在这上面。没有，正在享受，好吗？好吃的，好棒！而且这样才多少？好便宜，我的天哪，这家真的很便宜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觉得影片有趣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、分享、订阅。那按订阅旁边可以按那个铃铛，这样子我们有新影片的时候会通知你哦。那觉得影片有趣吗？那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可以看看，然后我们每天都会用 Instagram 和脸书用中日文分享一些资讯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那个这家河豚几分呢？我觉得不愧是它全身是天妇罗的天妇罗店，它的那个河豚天妇罗真的好吃哎，所以整个傻眼哎，傻眼什么什么，河豚是好吃啦，不管当然好吃，好吃，北齐，北齐也行哎。他说我与世界上面的河豚为敌，反正我是在救他们，我是在放生他们，没有人会要吃他们，好不好？不会有人要再吃。我要让河豚大军来毒死你哦！让河豚大军来毒死你。我在救我的河豚弟兄们。